应该要创立一个频道？为什么？这个问题我也想问。无论是带大家看看人性黑暗，同大家从灾害中吸取教训，为各位军民上补习班，为大家看看物品制度的演化之路，用更加刁钻的角度看当今百事，将世间万物排名落片。除了这些还有什么？可以告诉我听啊。